就算逮完看似比426还要懂得国际礼仪，这一切不过只是假象。要不然搭火车的时候也不会有人不让座，还对老人吐珍珠。朋友，先别管珍珠了。你听过安利贺宝福吗？注意，本酒吧规矩是狗与直销不得进入，此外严禁国军兄弟酒驾。可是安戴烧帽，看盗用军品，我要用65K2解决你。安利贺宝福是啥？这是指闲云野鹤，饱食终日，载浮载沉。终生安于现状，立马向下沉沦。逮完是不会沉的，你看连014都可以回家过年了。假号斗秀不？奇谋拍卖，什么都买，什么都坏。虽有嘴里短桃。所有的人都是体制的奴隶，薪水不够高，巴豆丢也腰。你不喝 CT 咖啡，就缴不起中信咖啡。将临，越级打怪。提公贝啊，这部微微小电影让我一见你就倾心，再见你更钟情。跟随我吧，相信你的直觉，顺从你的渴望。别鸟他，那明明就是雪碧。Follow me。河马去 ATM 转账，那我们调成休眠模式等他回来吧。